Hey, 大家好，我是 JoJo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在 Eastbuy 新加坡的淘宝买了些什么。我为什么这次会选择在 Eastbuy 买东西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有一个 trial， 就是会员价。你只要买五天啊，五天的会员价9.9，你可以在淘宝买很多东西。然后淘宝运过来，就是从中国运过来新加坡，只需要2.99块。我是觉得超级无敌的划算呐、啊，所以这次我就选择在 Eastbuy trial 一次，然后我也买了超多东西。其实也不止我啦，就是也有跟朋友 share 讲，然后剩下的几乎就是剩下我的。我是觉得很划，是因为就算你买那些好像敏感货，也是照样算2.99块。而且我觉得它超方便，因为它寄来新加坡过后，你可以选择邮寄过去你指定的地址。不过邮寄过去你指定的地址是要收费的，或者你如果你要免费的话，它有的选择你要在 MRT 站 collect， 还是在他们一些就是清零活动这样子。 HDB 的 Parking Sake Point 就是一辆 van 车，就是 Eastbuy 的 van 车会过来下货，然后我的家刚好对面的巴萨的 car park 就有，所以我觉得超方便。不管我买几大样东西，我只要过去拿，我不用特地邮寄到公司，然后特地从公司搬回来我家，也不怕在家里就没有人签收，因为毕竟是住宿舍嘛，没有人会24小时在家，早上每个人都做工。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分享我买了些什么。所以现在第一样我要介绍就是我买的像是什么箱头箱子，它是布的箱子，它来的时候是这样，知道吗？一个是3.78块，才3.78块新币哦。而且我觉得我昨天开来看，我超喜欢，里面的结构是这样。它有铁的，所以你只要把它折上来就可以了。你这样一开，看到吗？它铁，你把它钉住，铁钉住就可以了。它铁，你只要把它铁钉出来，就这样搭住了。而且我觉得超方便的是，你看它旁边也有拉链可以开，它上面可以开，然后旁边也可以开，是超方便的，我超喜欢这个。而且我觉得很便宜，才3.4块吧。而且它本身是蛮重的一样东西，所以如果是继续 office 要我拿，我觉得这样大个又这样重，拿了回来我会死哎、欸！我 office 回来我住的地方要1个小时 ，OK 啦，所以我觉得超方便。如果它真的是在我对面拿，我真的是觉得太棒了那个服务。OK， 然后第二样就是我也是箱头，箱头我买比较多，因为我房间太乱了，我要收拾一下。第二个就是这个箱头，它虽然是很大个，它很大个，然后它才硬币。8.06块，超值得，超级无敌值得。然后第三样我要介绍的就是饭盒，我觉得这饭盒真的是超棒，太棒了。因为我觉得我是淘到好货啦，就给你们看，我选的是三格，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。偷偷你就这样打开，然后送一个 double A， 这是给你弄热的东西。因为它，对，我还没有讲到，它有个 Justin。就是你买了那些东西，你下午打包，那你晚上回来要吃，可以真的烧。他就送一条挖呀，充电的挖呀，然后他说明书讲也是可以蒸蛋。然后第二个给你们看，第二个里面有些什么？它里面有一个超大个的，比刚才那个还要大个一点。然后它里面就有，因为这个也是可以煮饭，所以它就有一个小个的，给你来蒸东西的。然后跟一个这个是那个量杯，就是你煲饭那时候用的量杯，跟一个大个的这个，随机底下的就是这样啦、啊，是不是我觉得超好嘞？放在给我们这些在外面的，就好像比方讲你们有 all day 啊，然后晚上的时间是没有的打包，所以你下午出去吃的时候就顺便打包，然后等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扎点弄少就完美啦。对，我要讲的就是敏感货，现在我要讲的是敏感货。今天电烤盘，这个也是才8.多块，天哪、啊！我超喜欢，就是煮，所以我也很喜欢火锅跟 BBQ 跟烧烤。然后现在我不用去外面做烧烤了，我叫朋友来家里烧烤就可以了。是这样子一个板，所以就可以烧烤。那里面有些什么？就是会送你这些纸。就是你烤东西的时候放在上面，就不容易这样粘锅。这个我还没有开包，等我开包的时候就跟你们讲，就算没有这个纸会不会粘锅。然后一个毛巾，小毛巾，
然后送你手套，我觉得超贴心。他送你这个，这应该是怕你粘锅挂那个锅的吧？哇，还有送烧烤腌料，哇，太棒了啦！然后跟这个，这应该是涂一层油在那个锅平板，就觉得超贴心哎。他都有送这些，我迫不及待想要烧烤。等烧烤的时候就 post 去 Facebook 给你们看啦、啊。所以还没有 follow 我 Facebook 的，记得去按我的 Facebook page 叫做 JoJo Dai， 记得 follow 我啊。然后你们就可以看到 follow 我过后就可以看到，如果我有烧烤的话，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烧烤的情况。OK， 里面就是插头。我觉得它的插头真的是唯一不好，就是因为它是来自中国，所以它的插头都是这样扁头的。随便我妈去买那种万能插来插。哇、哦，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夹肉的夹，送超多东西，我觉得新币八块多真的太值得了，太划算了。接下来就是 power bank， 买 power bank， 哎，不是我买，这个是 Adafire， 这个是帮朋友买的 power bank， 它是新币17.56，我就觉得超美的。它这边是10000 matte， 它买的颜色是我超喜欢的颜色，就是粉红色，我很喜欢 pink color。它哪好买的？这是10000 matte， 我觉得超美。还有另外就是我自己买的，就是这个假的，它是你在晚上拍照的时候就不会看到这样黑，因为它是有灯的，而且还可以调三种不一样的灯光。这是第一种，不过我还没有扎线啊，这是第二种，它会更亮一点。然后第三种它就更亮，你有发现到吗？现在很亮的情况下是看不到有什么差别啦，晚上的时候应该会比较有差别。就等我在晚上我也是拍了照片就 post 我的那个 Facebook 啦。 OK，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，以上就是我买的东西，然后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你们的观看。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是真的建议你们可以去试一下这个 Espy， 如果你们懂这个 Espy，你们要买，我是只能说买敏感货的人超值得，或者是你有很多东西要买，而且又像我这样子是上班族，送去公司又太麻烦，你送回家又怕别人没有人牵手，所以最方便就是去到 MRT 自己收，或者是你家附近刚刚好有这个 van 车停留的时间，你也是可以就是选择像我这样去那边去那个 van 车拿这样子。好啦，谢谢你，如果喜欢我影片记得给我一个 like跟订阅我，拜拜。